麻烦赶快进来接受质询了。那接下来我们请赖世宝委员质询12分钟，谢谢。好，谢谢主席哈。这个各位先进，请一下我们副处长嘛。赖委员好。副处长你好，我想这两天大家很关心的题目还是围绕在这个呀，我们参加世卫组织世卫的一个，我们是他的观察员哈，就是邱署长哈，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其实我们一直很关心这个事情哈。我看到今天一些报道还提到说，邱署长要表达他要非常强烈的抗议哈。我为什么在上就非常强烈了哈？虽然你不是邱署长，不过我相信呢，你既然在这里当家，带他当家哈，我想你应该能够跟我们讲清楚哦，邱署长的非常强烈，他的scenario是什么东西？什么叫非常强烈？要退席吗？还是要在演讲讲到一半的时候，然后这个骂一下侍卫，然后是怎么样？有没有这些东西啊？是，报告赖委员，我今天看到报纸才知道所谓的非常强烈这个字眼了哈。那么平常我跟邱署长之间的联系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字眼，但是我相信为了国家的尊严，邱署长一定会在最适当的时候用最适当的方式啊来提抗议。署长事实上这一次出国啊，从一踏出国门开始就在做这些事情，比如说他当天晚上他就写了一封这个英文信啊，投到这个 Korea Post，然后呢，到了英国，他马上又那个文章登了吗？有那个文章你看了吗？我是没有看。但是你知道重点？对。你知道重点？重点是什么？他写一篇文章啊，你刚不是说 Korea Post 吗？是。是什么？重点哦，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你能不能了解一下重点是什么？对，就是这个台湾对于这个国际公共卫生的贡献，哈，就是我们的参与是对整个 Global Village 是一个啊有帮忙的这样子，哈。那我们关心的还是名称的问题啊。是，我想名称的问题。他那篇文章有没有写？我们的贡献这个到那里去，我们都可以讲很大声哈，包括 SARS 的，包括 H1N1 的那段期间。其实我们的贡献都可以向全世界相关的单位啊来说明的哈，但是大家国人现在非常关心的是他对于在野党不断的质疑的这种国格的问题、主权的问题、名称的问题的处理，可能我们更想知道这一部分邱署长到底是什么立场过去。是，我想他的立场是一致的，就是啊，这个为维护国家的这个尊严，那么啊，替这个我们台湾来发声，那么以我们过去的成就贡献，对于这个 Global Village 的帮忙，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出发，争取更多的这个认同。我相信这个是他。你最近这一次跟他，或者透过电话跟他联系啦，或者跟他的了解，因为毕竟你在这里作证嘛，哦，他还是署长嘛，是，对不对？是，所以他一定对你有所这个，一定要跟你随时。你是不是每天有在热线跟他通电话，还是说，还是说没有？我每天都有，每天都有嘛哈。每天最近什么时候？最近这段时间，最近跟他联系上什么时候？昨天晚上深夜的。昨天晚上深夜，刚好他们那里是白天嘛。我们大概落差大概六个小时左右嘛，六个小时哈。对。所以昨天深夜的时候跟他联络嘛哈，那一定是这个跟这有关系。那你要不要把你跟他联系到的讯息跟我们国人讲一下？国人其实他当然在那里可以讲了，不过我们这里蛮关心的。是昨天他在这个欧洲的这个议事会啊，那么做了一个演讲，做了一个拜会跟演讲啊，那基本上也这个把台湾的最近的一些作为，那么跟这个欧洲的朋友做一个大的一个宣传，所以这就证明他讲了，他说这就证明说唯有走出去，那么才有机会，才能够。所以你跟他昨天晚上谈的时候，没有谈到所谓的非常强烈，没有这个东西。没有。所以按照进度是。按照进度，你了解的是他去那里说明我们对世界卫生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贡献讲完了就结束了，没有。然后旁边放一个这个 Chinese Taipei 啊，有没有写一个 under protest？ 有没有这个东西？
以前亚营模式是这样子哦，我们有时候开会是这样子哦，我们不满意，但是为了参与啊，像郭万龙他是用body language表达抗议，然后像是谁他就放一个 under protest， 然后这边是 Chinese Taipei， 然后这边是什么？有没有这些动作？这个大概那个情节你的猜啊，或者你猜好了，大概是什么的？有没有？包伟，这个我不能猜，这一定要是在最适当的一个环境之下提出最适当的一个方法，那才会最有效。什么叫最适当环境？我说当然要因时因地。啊，什么叫最适当的讲法？这个是一定要因时因地来。好，那你可能每天通电话，就现在一定点猜啊，给干嘛呢？公姐，我们听你啊，干嘛？不，啊，都多啊，我拢甲大家报告啊，不是，你刚刚讲只是讲我们参与多好了，我们现在还是关心你一直没有回答问题啊，因为你刚是一直在扯公阿瓜都啊，台湾对世界卫生的这个 global village 的贡献啊的，这些都摘了啊，这绝对蛮讲啊，但是我们现在最在意的还是这种 politics 这方面的层面啊，就是去那里要适度的维护我们的国格，因为毕竟他秘书处已经是光出包啊，在里面内部文件，这对我们当然是伤害啊！马总统都带头强烈抗议啦、啊，那当然署长消防部队怎么可以比那个他的姿态当然要比这个总统更高啊，一定是强度要更强啊，这绝对是国人所期待看到的吧？应该是这样子。是，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这个表现得更好。那他除了以他的专业来做表现之外，我想因为外交部也有这个随行专员可以来。副署长，你真适合做官嘞 ，keep talking， 啊，唔知你讲啥呢吼，这是有厉害的，真正你就是你一直在讲，但是听无重点呐、啊，听无重点，因为我们一直要的答案，你一直不给我们答案，其实你知道的啦。我认为你多少知道署长的底牌呀、啊，我们讲或者是 scenario， 你可以多讲一点吧。我想你们的同仁传给小超给你了，你在这里不能空手来的，这个总是要给我们一点东西啊。那什么？我真正是叫我所怎样的？我告诉副署长，我来讲，邱署长这一次去，专业的东西没有人会有兴趣的，因为就是每年就这个杨署长也去了。叶金山署长也去了，今年最大的变数、最大不一样是在政治层面这一部分的，是在主权的捍卫这一部分的，是在国格的 defense 这一部分的，这是大家看的，这也是等于是邱署长的处女秀啊。他今天来这里不是只是一个医生的专业人才而已，他更重要的是代表国家出去的，是，这是大家考验大家看。其实我们了解外交部在旁边别 backup 啊什么之类，可是毕竟站出来是只有他站出来啊，其他人没有站出来啊，他是代表台湾，代表 Chinese Taipei 去那里讲话，现在讲一些东西，他有一些动作。今天我看到很多媒体有写的，他旁边挂一个秀一个 Chinese Taipei 啊，他的招牌那个三江湖在那里，那个就是一个政治动作，那是个政治动作，那个跟专业没什么关系的啦。老实讲，委员的关心，我今天一定会跟他传达、啊，好不好？你这个。他，你赶快要看我们是怎么的，或者他的动作没关系啦，你这里不开也没关系，你叫他那里要开一个，要适度的哈、哦，要你就你刚刚讲的，在适当的场合讲适当的话，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哈、哦。你的，因为既然讲了强烈表达，我是看不少是强烈表达的，强烈。好了，我再问你一个吧，有没有报告说要退席？没有在你的了解之内吧？应该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了哈，好吧，那这个算是答案了哈。再怎么强烈不会退席啦，也许音调拉高一点啦，也许哈、哦、凶一点啦，什么之类的啊。第二个哈、哦，大家很关心的这个，这里面所谓因为要得男孩啊，所以堕胎的这些东西啊等等的，卫生署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目前哦有没有锁定几家医疗的院所？哦，在这个很严重的，就是说这个比例比较高的是哪些类型的医院比较有这个有没有违反相关的医疗法也好，相关的保健法也好，有没有违法的东西？有，它是这个第一个违反我们的医事伦理，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定会受到所有的医界大家的唾弃。第二个，它违反这个医疗法第这个28条。那就是医师啊、不得从事的这个行为之一，就是性别筛选，不可以做这个事。不可以做这个事。对对。啊，你们的动作是什么？哎，
我们的动作是第一个，我们不是先问了，这3000个女婴你有没有掌握了哪几个医疗院所？掌握了没有？在有一两个特定的这个、掌握了，有没有掌握了80-90%？有没有？应该都掌握了吧？因为还是说你满栽。就是有一两个诊所，那么他的这个女婴的这个这个男婴的出生比率是特别高的。那当然这一两个院所在北部吗？在北部，在台北。对，台北市在北部，在台北市，在北部，在台北市。应该是。哦，所以你们掌握到了吗？应该是。啊，你们处置是什么处置？好。那因为现在就是说他接生的大部分都是男孩，那这个引起我们的注意非常的异常。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查他的动机，为什么都是男孩？什么时候可以查完？什么时候可以查完？什么时候可以有 action？ 你们现在只是在了解而已啊。我们还要看到卫生署的 action 就是违法嘛。是。医疗法违法，你说医学伦理哦，这个比较那个一点哦，这个东西你们可能管不到，可是他明显的违法，你们要处理啊。最高可以处到什么？违反医疗法28条，最高可以处10万到50万。那另外他几年呢？他如果被我们查出来有确实这样的一个做性别筛选，我们可以汇出他的医师证书，可以吊销执照吧？是。什么时候可以向社会公布，或者什么时候可以向各社会做一个交代，说大概你们查到哪个阶段？好吧。好。最快，这个是我们配合卫生局来做，因为这个执行是在卫生局。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总是给我们时间呢。我尽快。这个已经，我们现在出生率这么低，3000个很多啊，这个东西。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非常严重的问题关心。大概什么时候会有一个初步答案出来？我们3-4个月内赶快把。3-4个月哦。要这么久？会得花一啊，3-4个月。不了，这我对起3-4个礼拜呢。重要是把那个根斩掉了。不是啦，对那个要杀鸡儆猴也好，要什么立竿见影，那个不能够3-4个月啦。那什么时候可以处理了？我们现在甚至于把刑法都端出来，在报纸上这样讲，我相信啦，很多医院就开始收敛了，没人看没啦。没啦，还是未来啦，过去干嘛处理去？我当然，我什么时候可以处理啊？查看伊是不是有故意啊？伊那是真正。胡处长啊，3-4个月太长，这个社会不能接受。你要了解你是医疗专业的，来到这里还是要点政治现实不能够3-4个月熊等因为改成3-4个礼拜差不多，我觉得一个月内差不多。因为这企业的卫星够了，卫星够。你们去要求卫星够，听你们的。我们来要求，一个月可以吗？一个月可以。最慢两个，最多两个月了。两个月我来努力，好吧？好，加油。好，谢谢我们赖委员哦。副座，你安尼袂使。